美国陆战队战机标兵更肩负美国驻外使馆安全护卫使命。美国国务院已经要求派遣陆战队前往台湾进驻 AIT 新馆。This is very symbolic because traditionally the U.S. has not had Marines in Taiwan, at least not since 1979。美国媒体权威报道立刻引发美中台三班关注，尤其在内湖的 AIT 新馆6月中才刚宣布启用。 如同美国本土延伸，比信义路的 AIT 旧馆面积大上好几倍，再多的警卫保全都不及军队进驻。美国在测试那个底线了，但是不可否认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军事动作过去是没有的，所以某角度是提升了跟台湾之间政治乃至于军事的合作关系。是不是要作为他在跟北京未来相关？ 谈判协商上面的一个筹码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台湾牌，还是说真正的想要来提升台美之间的关系啊？一旦派陆战队到台湾，兵力预估10人以下，负责使馆安全以及紧急应变，将会是台美断交40年来首度有军队进驻台湾，尤其近期台美交流互动热络。 川普政府通过台湾采购AAV馆2栖突击车，2020年36辆全新装甲车陆续抵台，加上美国国会陆续通过国防授权法、台湾旅行法，更邀请台湾参加锁国军演，引起中国反弹，呼吁谨慎思考这个问题。美方动作挑起美中台敏感神经，却象征台美快速发展关系越来越紧密。三七五号现场陈彦豪台北报道。